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玩点现在最夯的 Overwatch。是的，我买了。但是我的电脑很烂，大家可能注意到，我现在其实连武器都没有。实际上，我现在连队友在哪里都看不到，除了这个莱恩哈特外。不过我们现在玩的是拦路猪啦，所以没有看到敌人也没关系。我就知道拦路猪的本体是他的钩子啊！你们看，什么枪都没有读出来，就先读出他的钩子。哎，路西欧也读取出来了。虽然老实讲，我比较需要知道的是敌人的位置，不是队友的位置。我在想，这会不会是一个蛮有趣的特点模式？双方都看不到任何人。哎，敌人刚刚被灭掉一波，现在差不多增援快要到了。所以我们就去桥上发射我们的右键。哎，不敢射到人了。哎，如果这还割得到的话，就太夸张了。哎，不，这个很明显是他们的露珠，然后他现在已经有大了，虽然我也有大了，我们开回去啊。哎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射什么。哎，我不知道是这个角色太简单还是怎样，但是我现在竟然是全队伤害最高的，虽然我看不见敌人。OK， 今天节目就先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